你们是现在打算看什么？要不这样，那个，开那麦，开麦克的麦克，好看啊！哪里能拿那个？哪里能拿这个手册来？服务中心啊，服务中心。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啊？云台。大疆云台。大疆，我把我那个卖给你。我就是问了一下。你们昨天等于哦256，眼睛不起这样拍吧，回去不就搞到电脑里了。你们昨天主要是在室内吗？你昨天逛的主要在室内逛吗？你不是各个店串吗？在买啥衣服？Echo 鞋是吧？哪儿取那个？他说是在 Service Center 取是吧？我问一下啊， Excuse me, Excuse me, yeah, where is the Service Center? No idea. Okay, thank you. Sorry. Yeah. 嗯？那就不如买那个了，不如买在这儿就不如买那个品牌了，也不贵。不是，在这儿买就买品牌的了。作为一商铺，竟然不知道 Service Center 在哪儿。对，哎，我们走过了，往前走，并没有啊。你看，我们在这儿嘛，然后我们在这儿往前走，哦，再往前是吧？等于前面就是那个路口，就是。哎，还可以拍照。拍了之后，他没法发给你。
是不是义乌产的？应该是，他这儿没法做这个。对，不可能做这个。那不需要进去就可以给我给这个了吗？哎，他给一个人还不行啊？ Yes, but a lot of places accept Union Pay in the store, so you should be fine. 他登记吗？不登记。不用吧 ？OK。不用登记，那就不用拿了。先研究一下 list。先找一找客户在哪儿，给一人看一本。Platinum 阿迪达斯满一百减二十，对，满一百减20%。满100减25，阿迪。怎么咱俩看的不一样？我这里写啊，满100减25啊。是啊。对啊，为什么你那个不一样啊？没有，他这个是100%，是吧？数学题忘掉了吧？施华洛世奇，满150减15。不行啊，150减15。力度一般啊。你说他这个是最多25呢，还是所有都是25呢？你比如说这个，不知道啊，你认识这个牌子吗 ？Nautica 呀、啊，是卖什么的？衬衣啊。是那种休闲的吗？还是有正装，有正装。可以去问一下呀。Polo。这么快就看完了吗？我没有，我给你点。Tommy 是满200减20。昨天的活动是一样的，满200减20，那不行。不是，满200，20%优惠，8折。哦，8折。嗯。哎，那就相当于是对200减40。那首先得买够200呀。嗯。Tommy 买够200还是不难的。没他命弱。CK 满300，优惠50。李维斯，咱俩是一样吗？优惠更高。嗯。但是我这个上面。哦，那牌子多。
这都是男孩的，这男孩的。Tommy 好像有女孩了吗？有女孩啊，当然他女装都有女孩。我怎么感觉好像 Tommy 穿的都是男的多呢？ Tommy Kids， 这边适合你。
我去，这适合你。好搞笑啊！这适合。结婚的时候，人以为是黄金。对呀、啊。是吧？尤其是适合广东。对，我正想说这个。对吧？推是吧？对对对。广东人啥的，广东人结婚。脖子上最少挂十个八个。结个婚把几十万挂不挂身上？但是比较那个薄，对，就是黄金的，对，那家要实的，那就跟那还怎么走路啊？戴了个那啥，那个手镣、脚镣似的。这个，而且都是亲戚送的。其实人家寓意是对的，那婚姻就是监狱嘛，走进监狱了。监狱生活还过得好吗？就是。监狱起码还不用做饭呢啊！大家不用做饭的呀。我做的少，我一般洗碗，洗碗。哎呀！他绝对不在家吃饭，是吧？现在女生对自己要求都这么低啦，做个饭就贤惠了。怀孕之后我就没有做。你看看。天哪！你以前做饭呢？哎，他的意思就是，他也打算生二胎。为了不做饭，生了三五个。你要生二胎？你在中山，你都不生二胎呀？对呀，你白过点儿生三个。你说老三也是，如果是女儿的话，她就不生了。对。真的假的？就是因为她生了个儿子才这么说。有可能。对呀。但是她跟我讲，她儿子很重要，她的传统观念变不了，因为她跟我讲说，她说。败了也不行，不知道美国这个，我比啊，长不少呢，我长好大，你多高啊？我177。跟他差不多，跟你差不多高。你穿多长的腿呀、啊？不知道。你平时应该是短的那个长。你别问我，你别问我数据啊，我都是现试。不，你就试一下那腿长到哪。可以啊，你就比一下就好呗。他跟你差不多。应该是短的那个吧，这明显长了。就算这个是短的。短的那个。这个就差不多嘛，那刚好。但是你坐下来会不会就露出脚踝？应该会，会啊。应该会，你牛仔裤应该稍长点吧。那就给他搞个32×32的、啊，这个不是李维斯吧？这个是李维斯吗？是李维斯啊。好吧，尼玛，他没有32×32的，他只有31×32的，他折起来，要找个32×32的。501。
90岁。说实话，这个奥特莱斯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奥特莱斯的这个折扣价格跟我之前去其他城市的比不算高，整体来讲偏贵，跟其他的奥特莱斯比。
实配件对于他们来讲也是进口货。